今日我公开挑战你，唔知乜水嘅呢位，星期五早上11点，1月15号，11点喺郭素心嘅办事处楼下，出嚟帮我对质，攞出你嘅证据，证明我叫全部嘅华人翻唐山。乌冷牙仔，要把你冻死啦要！乌冷牙仔，要把你冻死啦要！I've been so good in the world.